有关冈山分局少天所员警两人查访通缉案件时，遭事前持枪袭击已案。本分局于本日10:49，接获到报案，本辖昌邑街有枪击案。本分局前往支援，现场逮捕到嫌犯一名，三名嫌犯逃逸，员警一人左小腿枪伤，伤势无大碍。经本分局警力到场后，现场逮捕刘姓犯嫌一人，尚有三人驾车逃逸中。陈姓员警左小腿枪伤，送龙总救护，经救治后已无大碍，现已出院返家休息。本分局与刑警大队以及冈山分局立即组成专案小组，巡线查缉在逃嫌犯。